是暑假第一个周末假日，经统计，今天中午12点到14点，车流进入恒春半岛台26线，南下车流达每小时521辆次，比起上周假日同时段车流多约出163辆次。预估明日三日下午14到16为垦丁北返车潮高峰时段。本分局将视车流状况，执行号志灯控以及加强疏导台26线车流。警方呼吁驾驶朋友行经多车路段时候，应减速慢行，并配合现场严谨的疏导交通。忽有超速、闯红灯、违规行驶机慢车道以及酒驾违规行为，共同维持交通顺畅，平安度过快乐的暑假。